妈祖拦轿粉红超跑，百米冲刺直奔朝天宫，彩带纷飞，空前盛况。换个角度。 高空拍更是精彩，信众高喊“进哦进哦”，三进三出，震撼场面，经典重现。白沙屯妈祖金祥第六天从云林园长一路直奔北港，空拍咪咪麻麻都是人，还有信众用吊车鞭炮迎接妈祖。有人扑了一地鞭炮红毯，炸裂瞬间都相当壮观。由于假日又是好天气，许多上班族以及学生也终于有机会跟上妈祖脚步，热闹滚滚。从哪边来？桃园哦，啊，今天第几天了？第四了。进香到朝天宫是重头戏，沿路也有不少亮点，有寡妇活动，只要三个行杯就能带回一只100公分高的可爱大熊玩偶。有一家四口全家都中，手气超旺。有什么 paper？ 没有没有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9天8夜进香之旅，预估到北港人潮突破20万人，去程5天慢慢走，回程只有2天。想要跟上粉红超跑，也要练得一双飞毛腿，追追追！记者廖永斌、卢俊杰、王尚 SM 小组云林采访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我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，有争议的拿证据说。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，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